罗马书第十六章一节，我对恁介绍咱的姊妹腓比，伊是根据你教会中的女执事，请恁为着主接待伊，下好圣道的体统。伊伫虾米事爱恁帮助，恁就辅助伊，因为伊素来捌辅助真济人，也捌辅助我。三节。请安彼基拉、甲阿基拉，因伫基督耶稣里甲我同工，也为着我性命将家己颔棍冒险无顾，唔啦，我感谢因，就是外邦人的众教会也感谢因，佮请安伫因厝中聚集的教会，请安我所听的一拜年土，伊伫阿西亚是头一个属基督的，大家。佮请安玛利亚，伊为恁济济受劳苦。七节，佮请安我亲属，佮我作为管家的安多尼哥佮尤利亚，因伫使徒中是有名望的，也是比我大成伫基督里。八节，佮请安我伫主内面所听的安伯利，佮请安伫基督里佮我同工的尼巴罗。以及我所听的苏大哥，十节，搁请安伫基督里有经验的阿比利，请安阿里德伯厝内的人，十一节，搁请安我亲属希罗天，请安那基所厝内伫主里的人，十二节，搁请安为主劳苦的托会那甲托护撒，请安所听为主姐姐受劳苦的比色。佮请安伫主望拣选的罗夫，佮伊的老母，伊的老母就是我的老母。十四节，佮请安阿顺基土、腓力干、赫米、巴罗巴、赫马，以及佮因伫地的兄弟。十五节，佮请安腓罗罗果、佮尤利亚、尼利亚、佮伊的姊妹、佮哥林巴，以及佮因伫地的众圣徒。十六节，恁三姐请安，彼此也着圣洁。基督的众教会拢请安恁。十七节，兄弟啊，遐分裂恁，互恁跋倒，背弃所恶的道的人，我劝恁着留意相骗因。十八节，因为这种的人无服侍咱的主基督，只服侍家己的巴肚，用蹊跷甜蜜的话。有些那老实人的心，十九节，恁的顺服已经传遍伫众人，所以我为着恁欢喜，独独我爱恁伫好事爱有聪明，伫歹事爱清白。二十节，素平安的神要紧紧将撒旦吞踏伫恁的脚下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常甲恁同在。二一节。甲我同工的提摩太，甲我的亲属罗求、亚孙、苏西巴德，请安恁。二二节，我这个代替写这张批的得丢，伫主内面请安恁。迄、那个接待我，也接待全教会的该友，请安恁。二四节，城内管人口的伊拉多，甲兄弟骨土，请安恁。二五节，独独神的接我所传的福音。甲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应世代所温藏奥妙的签名，坚固恁的心。二六节，这个奥妙现在显明出来，而且照应圣神的命令，对众先知的册，只是万国的百姓，互因信服真道。愿应要对耶稣基督，归伫独一有智慧的神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